非常的好。今天是我们主要的是村镇扩大的净滩活动，已经有了环境教育，大家都百忙之中，尤其我们的大队长，啊，所有的弟兄全部在工作之余，全部都集中在这边，今天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。首先在这边感谢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我们的环境是大家要维护的，而且最近我们的举关乡啊，是我们今年2018海湾的观光年，我们的举关乡的知名度现在目前已经打响到国际。所以说我们要让我们的举关走出去，让世界走进来。所以说我们大家要维护我们的环境，是今天说趁这个活动呢，大家待会呢，把我们的海岸清除的干净。从以前到现在，都是居民大家一起做，因为环境的维护人人有责，所以这个传统希望都能够一直延续下去，然后配合地方上定期的都能够做。真的。Thank you.